转进菲尼克打野，我是布布恰恰，大家好。你一定想说凯撒每天都在做什么？除了跟古龙深情的对望以外，等等，今天布布恰恰要破解传说对决，要把你的技能模组改成凯撒的模组。凯撒只有两招技能，狂怒一击和雷霆震荡这两招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扭牛来测试一下凯撒的技能模组。狂怒一击，雷霆践踏，超帅哇！狂怒一击是刚刚挥，很像一个龙卷风的。然后雷霆一击就是一个大阵，会把你常常弹起来，然后被别人制裁的那一招，超级强的。各位问一下官方，这支新英雄什么时候才会上市？传说对决不是要出 VIP 会员的吗？以后 VIP 会员一个月可以用一次凯撒之力的英雄，大家说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可以，太不公平了！凯撒之力的英雄好强哦，这技能模组太猛了吧，几乎都是范围，而且都是超级大范围，尤其是那个雷霆践踏，好猛哦，直接一个范围大控场，伤害又超级高的。好吧，接着我们就追上去，让你知道凯撒的威力。哦，只是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施法时间。需要一个目标才能释放，嘿，还蛮特别，好特别哦！哇，直接两招就把古龙给秒杀，真的太爽了。那我们来跟自己单挑吧。嘿，打自己怎么那么痒啊？也是有伤害啊，只是两个凯撒在互相伤害，因为我有开无敌。哎呀，被对面的凯撒冻起来了。可是对面的凯撒是无视控场的，所以我没办法控制他。哇！好，我快要击杀他了，加油！两个凯撒的对决，我是凯撒的幼年体，有没有玩过怪兽对打机？我进化之后就变凯撒，只是脚会缩进去而已，好好玩哦！凯撒的技能，不知道可不可以改古龙的技能呢？古龙有什么技能可以改吗？我们继续去虐中路的萨利，让你知道凯撒之子的厉害。没有踏到施法时间。有一点点太长了，没用的。哇，狂怒一击的伤害好像有一点点高耶，真的超级好玩的耶，而且技能特效超级帅的。不知道未来官方会不会出那种，有没有像之前的英雄联盟里面不是有那种提摩大魔王吗？我们就可以全部人一起来对付提摩。我的技能几乎都是把野怪秒杀的，凯撒的技能果然就是强。希望官方到时候能出一下，让玩家能够当凯撒，然后追着整场地图玩家跑，这个模式一定超级好玩的。好吧，萨尼休想跑，直接被我瞪到了天上去之后接一个猛力一击。欸，这个是有冷却时间的，放了之后要等很久才能再放一次，很可惜对建筑没办法造成伤害，不然一定超级超级强的。技能特效很帅，我很喜欢这个特效。旁边是一个暗蓝色的裂缝，然后跑出一大堆风在那咻咻咻咻咻，你们就会被弹起来。有时候打凯撒都是因为凯撒的这个雷霆践踏把别人踏起来，每次逆转都是这一招雷霆践踏，真的超级帅的。好吧，不过被动技能还是扭扭自己的技能，范围超级大的，不知道凯撒加入会战会不会变强欸。你觉得凯撒的技能模组强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哦。对了对了，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很特别，想要跟你朋友分享的话，欢迎把影片分享出去，你每一个分享都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。当然如果你看完影片觉得哇太棒了，我也要当凯撒的话，麻烦给影片一个赞，我们这一次来挑战看影片能不能突破1500个赞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数值没有修改，只有修改技能而已。不过光修改技能的话，下次再来试试看好了。现在传说对决好像都可以改很多东西，不过改东西是本身是不好的，大家不要学哦。一拳就把萨尼直接打回温泉塔了，加油啊，凯撒牛牛！完全一个自带凯撒之力。好吧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按下喜欢与订阅专辑菲尼克打野的布布恰恰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